空中那片海这个剧组真的是太欢乐了吧。今天直播连麦的时候潇潇没有来，但是主持人拿出来他小时候的照片，几个人半天都没猜对到底是谁。雨林，不是我呀，这该是不是这不是我，这是我吗？这是我，这是黑子啊，不是，这是春生。然后几个人竟然在直播间里面学起了他的那个动作，太可爱了，眼睛弯弯，叉腰，3、2、1。姐夫更搞笑，他说小时候比现在白多了。对，那小时候比现在白啊。站站小的时候很白，现在应该也很白，你看底下评论，我们白着呢，我们白着呢。不过这个碳烤兔爪也真的是很出名啊，连师姐都吐槽过他的手就跟发霉了一样。我一手放下去的，这都没了。这个形容词真的太形象了吧，真的好像发霉了一样。切掉，老师切掉。